房间所有称得上可爱的东西都是他的。大哥，你这腿挺健壮啊，你看你以前是练过吧？说不定你撩一撩他，他就变王。把手拿开，就是不知道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是比的。39.3，你烧这么高，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天哪，下午不就是测高气压？你咬咬牙，把分镜出完，我来帮你。我先上厕所。这药你拿回来了，记得及时吃啊。好，谢谢。我先走了。有这么一个离家出走的兄弟，有什么救得出的事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交集。行啊，从你房里搬出来。那房子是你的吗？兄弟，那房子给你室友都是我。给你室友都是我。不是每次都可以成功的。团结快乐蹦！太大了！3.3 2去啊！